我们的口号是吃哪走哪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锁定方位，主义开胃，主角全麦面包，配角五味子茶，友情客串真露烟泡酒，导演德里克颂。全麦面包的价格为37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7美元。五味子茶3500。耐心等待中，等待完毕。Nice。我们的口号是光盘行动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坚持到底，奔向光盘。现小现卖，五味子的食用功效为一，保肝及再生肝脏组织。二，保护及增强心脏机能。三，养阴固精，男女皆宜。四，增强智能和体能。五，延缓衰老。六，滋补和增强肾脏功能。七，增强视力和听力。八，增强免疫力。九，解决皮肤问题。禁忌人群为：一，感染风寒及感冒初期不适宜服用。God, please, no, no! 二，感冒的患者。你有病，你有病。三，大量服用酸性物质的患者。四，肺部有失液的患者。五，沙疹初期的患者。